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电塔少女洛宁。那今天洛宁跟宇恩啊，就来到了一个婚礼哦，不是啦，是美图手机 M6 的发表会现场哦。那现场不但邀请到了他们公司 CEO， 还有台湾总代理之外呢，现场还有三位女神又到了现场，那分别是张景兰，然后许文，还有演楼下房客的邵雨薇哦。那就是我们家的宇恩啊，就瞬间变脑粉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你说你是不是宇恩？你是不是变脑粉？好，那废话不多说，那现在呢，就跟洛宁一起来看看 M6 手机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吧。那 M6 手机呢，它的前后镜头都有2100万画素。那我觉得它比较厉害的地方啊，是它夜晚的补光灯的自拍功能，就是让肤色整个看起来更明亮。那他们现在M6 手机呢，还搭载美图公司最新推出的 4M 技术。那 4M 呢，就是第一个 M 就是人脸的辨识技术，然后再来是它的去噪技术，然后以及高级色彩技术跟极致美颜。那我觉得这四个功能合起来呢，就是让照片来看更细腻，然后脸色看更红润一点，那就是看都更厉害了一点。好，那再来呢，是它有指纹私密相册，就是你可以把你自己不想给别人看到的照片啊，就全部放在里面，这样就只有你的指纹才剪得开。好，那大家可以看到呢，就是 M6 手机啊，我手上的颜色是樱花粉，那它另外还有一个白色，那可以看到它的萤幕这边翻过来呢，它是5寸大小的萤幕，就是握在手上是还蛮适合女生的大小。那如果说这支手机录影自己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呢，是它录影有美颜的功能。那一般手机，因为我们如果说照片的话没有美颜功能，我们还可以拿去修嘛，但是影片的话本身就美颜的话就是很赞，对，可以给大家看看录影的感觉。这个胶，对，就是的，整个都有美肌。然后如果反过来的话，对，就是脸上的细节都已经美颜了。对啊，就是我也很喜欢这个美颜的功能。好，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。那如果喜欢电塔少女的话呢，也不要忘记要订阅我们频道，而且要给我们个 like 哦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